么这首诗歌呢很适合轮唱，轮唱就是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。这个跟建华弟兄我们示范一次啊。听我唱，听我唱，奇妙爱，奇妙爱，是耶稣，是耶稣，从天来，从天来，十架上。清楚，这一位主为了爱我们，这个奇妙的爱，为了爱我们，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，到地上来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，拿撒勒人耶稣。他也为我们经历了人生许多的忧苦，他始终为我们，也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裂破，宝血流出，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叫我们能够蒙神称义，叫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，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样的一位的这个救主，这样奇妙的爱，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啊实在要心被恩感，好好的来唱这首诗歌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先唱，我后面唱，来。